最起码都能够得分的，右外野方向的飞球，被右外野手刘福豪追到了，把这个飞球接杀出局。哇，没有借金手套奖得主啊，刘福豪这个球其实有难度啊，一直冲，一直冲啊，这个有难度，但是他还没有表演啊，扑的扑接了。对，因为他脚程够，这个球如果再慢半步，他就扑了，嗯。已经在他的掌握当中了，哇！